真的。我就想跟你要拍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就想晚点拍，怎么了嘛？晚点拍。好，今天吃饭乖不乖？乖。我去上学校，天天不迟到，爱学习，爱闹钟，长大还有什么？长大后为人民，民更老。是的，刚刚露露老师说今天要学习新的儿歌，又是什么歌呀？好的，我们待会儿回去学习好不好？今天吃饭你说什么？乖得很。有多乖？都没露饭。都没露饭啊？那说明下巴长好了噻，没有洞洞了噻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我看看有没有洞洞。没有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现在补好了。现在补好了，好的，那你磕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有点磕不好了。那没关系，待会儿坐车反正都要取的，好不好？你要睡在妈妈身上的嘛，书包摁着怎么睡得好呢？对不对？待会儿一下车你就背好，妈妈给你扣好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嘛？你给句话呗。行。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宝贝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呦呦呦呦呦，累到了，累到了，累到了。哎呦。